很喜欢这个节日，大家都很兴奋，也很热情。大家无论住在哪儿，必须回家过年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宝贵的。我叫温雅慧，英语名字是 Larry Wynn， 我是来自威尔士，在中国就从92年了。我看你是怎么接这个煎饼，然后一这样就完事儿 ，OK 了就。你是怎么卖的？这个小米的，这个8块1斤。那你给我2斤吧。2斤，好的。就是一个很幸福、很温暖的一个节日，大家可以一起包饺子、擀集，一起出去玩，也一起吃饭。其实感觉你包的花边估计更好看。那是非常胖的一个饺子。我来中国30多年了，所以我已经在中国过了20多春节。提前需要打扫卫生，打扫卫生是非常大的一件事，那个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个东西都得洗。我知道那个初一就不能打扫卫生，也不能放垃圾在外面，就不能去剪头发。必须等到那个2月2号，那个龙抬头。太好了，哎呀，来，好，哎。我92年来的，90年代的春节，大家没有那么多的钱，所以虽然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为了那个过年，可是没有现在那么。就是有更多的东西，然后有一些菜可能大家就现在能经常吃。英国人就原来就不知道这个节日，我小的时候就完全不知道。一会儿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，然后也在小学，现在在英国真的会教孩子们春节的来临。我有时候跟他们说是，中国人一年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是跟我们圣诞节的感觉一样的，虽然完全不一样，可是大家在一起了，家庭是最重要的，在那个过年的时候，这个是跟圣诞节一样的。过年的时候，那个年30晚上12点，那个时候必须吃饺子。从一来到中国就我教了很多研究生，然后我发现了农村来的学生，虽然他们非常非常努力学习，可是他们赶不上那个从城市里的孩子从英语方面，所以我一直从一来到中国就希望会有机会去农村去帮助这些孩子。农村的孩子一样聪明，就是缺乏机会啊。应该是2014年有一个主意，我可以写一本书，然后送给农村的孩子，英文名字是 Let's Speak English， 然后汉语名字是让我们说英语吧。可能我的最大的作用是能让孩子们喜欢英语。People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, up and down。4月底做了手术，然后我还在恢复，所以从那个时候没有去。可是我希望到了春天可以重新开始，这就是我的愿望。